这是双黄，这是报警，同时也是报警的。这边看看这儿，这个门，你看这个门，你看这个门，这空间足够了，不用转身了。你看，这都是后边消防逃跑的，这完全可以跑掉。对，你然后这块摄像头，你看这儿，那块还有摄像头。那边还也看到了，看到摄像头了吧？看到。你说我咋强奸他的？这，然后这也是洗手间，这也是洗手间啊，这是我的办公室吧？这个是我儿子用了，原来这个不主要我儿子用，因为他是房子的主人，他来这儿说我在北边，我儿子在这儿。然后呢，马蕊就说这个屋呢是给这个他们用的，那神经病啊！那是郭强来着，我儿子的。这话现在都拿掉了，哎，到现在没走完。我天哪，这就是这个纽约的票里面啊，粘电话他说要什么600美金，他现在几天没走完。这个是个洗手间。这马蕊来过这个洗手间吗？没有，还没说到这个洗手间，还好，这比较干净，你们可以进来。你进去。你看到这个安保系统，我让你看一下。哟 ，sorry， 这安保系统可以录吗？可以录。OK。你看看啊。哇。你告诉我怎么强奸？这第一次开放了安保系统，你怎么强奸马蕊吧？刚才你看到那个角了吗？这是电梯这个角。嗯。这是进卧室的角。嗯。这是电梯另外一个角。这是到卧室走廊的角，这个地方是整个，这还有好多画面，是这边的角。你这个你看到这个，你看这个，整个这个后面，你告诉我怎么强奸马蕊吧？而且这个数据是100%备份的啊，100%。所以他如果是真的被强奸的话，他我们完全可以就是出示这个出配置。他很简单，他要是你在这儿强奸，甭说就他不报警都是不可能的，你不报警，人家安保能看见。就现在我按在地上，人家把脚洗，你们强奸，人家这不用报警。